呢度系廿几度啦，呢度。我真系似冇呢试条过。走廊呢个位喎，真系佢系咁响，呢啲边都有反，应该呢度左右。我落入去搬埋个相机嗰啲入嚟先，好快。成30度喎，依家电视机房。哇哇哇！冇咗嚟，冇哇出好咗嚟，咁样衰嘅佢，矮冇仔影嚟，到相添。佢有只牛角喺度添喎，关唔关个 ESG 机事咧？呢个我真系唔知喎。使唔使吹蜡烛啊？唔使喎，好似。我唔系好知道呢一下咧显影关唔关个 ESG 机事。佢系咪 ESG 上面弹出嚟啊？唔系啊，咁就唔系咯，应该。我都唔系好识睇 ESG，我都唔知点样先系。十几度呢度，佢会慢慢落嘅，应该。熄一熄灯先啊！但系好似系隔篱呢间冻啲啊，佢嗰系度成讲沙。埋呢边会唔会？冇啊，佢冇零下就唔系啊。要唔要摆个画框过呢边？咁诶，将个三个架都对住佢咯。要同佢讲嘢，但系要一个人先讲到。扫晒零质未啊？其他位呢间房冇。你有冇勇士留喺度同佢讲嘢？就交俾你啦。唔得下只无毒娃娃圈，仆街吉中我心脏，快走！大家对唔你住，走！哇！我喺你度啊，你哦，死咗啦！喂，我死咗，个十字架冇用嘅。系因为你要你吉拎上中手先咗，得。吉中咗直接，大财主就这样收档了，圈咗大财主已经，大一财条主线第一针，第一针，直接中咗心脏。我等我计你个十字架啦。有冇咁好彩啊？大财主好搞笑。大财主手多，对唔住。你有冇哎，有拎？灵质，有灵质，见到灵质，揿书仔，然后外质染色体，睇下有冇机会系指纹，有喎，佢冇冻结温度，灵感反应你试咗未啊？有冇机会咩啊？啊？佢要一个哎，人。冇机会喎，做咩啊？啱啱有声。咩冇机会啊？